在农粮署的支持下，中兴大学食品暨生技实习工厂与杰出校友合作，开发了新大战斗机的脆片，选用的是国产台中一号的产销履历黄豆来制成高蛋白脆片，标榜是高营养低热量，为国内的零嘴市场开发出了新商机。倒出的饼干脆片乍看下没什么不同，不过放进了嘴巴品尝，却能够吃到满满的黄豆滋味。每100克却有高达45克的蛋白质，相当15杯豆浆喝下肚。我们都说啊，豆浆可能有水，事实上奶粉里面也大概100克只有含10到20克的蛋白质，事实上它比奶粉的蛋白质都还来高，而且里面含有7克的膳食纤维，事实上它是达到国健署的高纤的标准，所以我们是结合的高蛋白、低热量而且高纤的产品，希望在饮食的过程中可以更少的负担。采用比较新的挤压的技术了，所以在制程当中不会产生废水，然后在挤压成型这个部分，靠着那个物理的方式，高温高压的方法，把这个高蛋白的脆片把它做出来，这样烘焙完之后再下去做那个调味的部分啊，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不会很油腻，然后很脆这样子，非常非常的脆。推广国产杂粮，在农粮署的支持下，中兴大学食品暨生技实习工厂与杰出校友合作，以国产台中一号产销履历黄豆为原料，开发出了这款新大战斗机脆片，标榜低油脂高蛋白，营养价值优于进口豆。我们育出的这个大豆台中一号这么好的一个大豆，那可以让一些食品业者然后国人多多享用。那因为大豆它是就是碳足迹很少的，那我们目前国内大豆大部分都进口，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台中大豆一号受欢迎之后，我们就取代一些进口替代。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希望体态可以更好，包括是健身的族群或养生的族群，或是属于银发族，他们肌少症哦，他们都希望有吃到高蛋白而且低热量的产品，所以在设计的初期，我们除了用国产的好的黄豆以外，我们一定要低热量，所以我们采用非油炸的去做零食的脆片产品，跟一般需要油炸的脆片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热量第一个特别低。以组合式的低温真空烘烤技术来取代油炸，保留了黄豆的营养素，让民众吃下肚的只有蛋白质跟膳食纤维。而向方也强调，希望以这一款健康脆片，让嘴馋的民众挑零食也多了项健康的新选择。这里叫台中采访报道。